现在最近是台湾的农历新年，嗯嗯，对。那我们今天来到一个很有名的地方，这里叫做南门市场，嗯，对，就是这里哇。这台湾人会来这里买一些食物，嗯嗯，对，一些年货，就是晚上回家的时候跟家人一起吃饭，嗯，对。那我们进去吧 ，Let's go。耶，新年快乐！哇，台湾人会买这个香肠。对，还有肉干 jerky 耶，这里还有吗？丸子，对，就是煮火锅的时候，台湾人会来这里买一些现成的煮好的食物。对，真的？那你看，哇 ，it's real， 耶，对啊 ，pork feet， 耶，德国猪脚，哇。这个也是很有名的糖果，牛轧糖。哎，这吃起来是牛奶的味道的感觉。在便利商店可以买的那个。对，应该是梅子。这个很喜欢。对，吃起来酸酸的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我朋友上课真的很困，所以常常吃这个。哦，你朋友常常上课偷吃东西。对对对对，常常。哦 ，OK OK OK OK。所以日本的有10,000元一张的钞票，嗯，是最大的吗？最大的，哦，这个是谁 ？Yukichi，Yukichi，Yukichi， 朋友，我们的朋友，朋友，对对 对，哇，酷，对，这是春联，嗯嗯嗯，对，哇，日本没有这些东西。新年的时候吗？对，有啊。哦，有类似的东西。嗯，哦，有啊。哦，对对对对。哦，而且比较可爱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哎，欸，差不多。啊，对对对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哦，真的吗？日本过年的时候是这个。过年，新年的时候。新年的时候，1月1号。对啊，对啊，欸，嗯。哇。哇。这个也是差不多日本的那个。哦，真的。哇。哇，老板你怎么知道那么多日本的文化？因为我蛮喜欢这个的。啊，哇，厉害厉害。哦，很可爱。对，红包袋。哦，这个这样子比较像。啊，很像很像。嗯，对对。卡多瓦子，卡多瓦子。是新年日本1月1号的时候，对啊对啊。那你们觉得这边南门市场的感觉怎么样？真的很，就看到很多甜点的东西，哇，对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